欢迎收看国光帮忙。有人说男人越老越值钱，那女人的价值难道也跟男人一样越老越珍贵吗？今天国光帮找来各个年龄层的美女，让大家看看在各个不同阶段的女生有什么不一样的女性特质与魅力呢？什么美女没见过？李罗对熟女特别有感觉，阿丹天下美女人人爱，年纪不会是阻碍。欢迎收看国光帮帮忙，孙某，我是大龄紫玫瑰，我邱文，大家晚安。嗨，小慈几岁？60000岁。24。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怎么可能？哇塞，小孩几个了？10个了。小慈 ，OK， 来，小慈，今天聊什么呢？人家说，这个男人越老越值钱的，这女人哦，越老就越，你这样讲啊。假有一种说法啦，男生是铁铜银金，随着年龄啊，哦，就是越年轻的越是铁，那个时候呢，对，然后呢，有一点年纪的是铜，然后呢，到了中年是银，银，到了成熟稳重有事业的时候，他就是金，最值钱的。可是我觉得这个可以套在另外一个上面，我也觉得是印度，印度，为什么？为什么不尼泊尔呢？你真的金的硬度比较软一点，对，金银有吗？对对对，铜铜铁真厉害了，而且是不锈钢的。对啊，不是啊，是那个产量啊，因为之后产量越来越少，就越来越值钱。年轻产量比较多，就其实这个不好笑。对啊，你刚讲的硬度也不好笑，大家都在笑啊，因为主持人都要配合你嘛。那女孩子就是金银铜铁，以年纪来讲。年轻的时候金，对啊，你看我们那个陈美玲老师，刚刚你一直这样讲，他忙等。陈美玲老师，陈美玲老师是铝合金的嘛？眼整型啊，眼整型的医师，专业整形医师陈美玲，今天就请他用专业的角度来预测其他女生的年纪吧。哇，这个老师今天要跟我们一起加入节目。嗯，你们觉得什么年龄到什么年龄的女生哈？你觉得最棒？全部的哦，包括他的个性，包括他的智慧，包括他的体态什么的。所以阿丹先讲，几岁到几岁的最棒？我觉得大概33到36。33啊，对，就是他已经其实慢慢的接近了，就是你最近有在追这一年龄的女孩吗？没有，这些女孩子已经事业上可以说是应该算小有成就了，然后慢慢开始越来越懂得保养自己，然后可以养你，然后不是的。你不是说全部吗？整体吗？然后所以他想法也会更独立啊。再来，因为他知道他在老化，要慢慢的，他要更懂得去运动，去保持自己保养自己。对，很多年轻女孩子不懂运动，不懂保养的。对对对。所以整体来说，自以为年轻那种。哎，那李罗哥呢？我觉得35，因为哦，正好在那个35，差不多在卡我那边，就35上下这样子。对，因为为什么嘞？因为到了35的时候，是你应该也懂了吧？如果你再不懂男人还是怎么样的话，我觉得你也白活了。你现在是在对你老婆讲话吗？我老婆还没30，她老婆没那么，所以她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学习。你还愿意原谅她最近？所以35岁是你最女人的一个定格，差不多。因为到35，你再不懂男人的话，我看你来不及了。或者不懂女人该懂的事情的话，对对对对，对不对？也没有春秋的。的那没有办法，没有那个35岁，最可口，差不多35。曲哥，65，没有，我是大概28到36。28到36啊，哇，对，因为我觉得超过36的女人都开始会，你知道吗？抱怨比较多，抱怨会。更年期的感觉，然后不准人家说他老什么，就开始你想自我为中心更严重一点。你老婆现在几岁？35。35，对，35。不要吓我，你老婆只有37。就是啊，所以他还在你可以可口的范围之内。是，那鹏哥的范围，我觉得应该是18岁到40岁。range 这么大，对，这个最近野心很大，对啊，我没有办法，你看当一
个男人到一种境界的时候，是是是，他的视野也跟着提升。懂啦，就是去的店不一样了。嗯，对啊，你去的都是那种比较对对对对佛心的店、啊，对对对，因为我现在接触的这个 range 都很宽，是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拍戏的女孩子、女主角都很年轻，是，她大概就是20岁左右的新生代，是，然后可能另外一部戏接触到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女主角，她就40岁左右了，就是换一种讲法，就是从制服店到阿公店都 OK。是这个女生要有自信，嗯，啊，这要很重要，对，因为你要想想我家里那口子，当然是不是？医生，那什么年龄的女孩子最适合去整形？从20岁到60岁，20岁就去整形，所以到你这边求诊的是最年轻的是20岁。其实也有不满20岁的。干嘛呢？他去干嘛呢？干嘛呢？改了？没有，就是18岁，他可能去开双眼皮嘛，哦，做个鼻子，那20岁有可能去填个泪沟。啊，泪沟啊，不是泪沟啊，泪沟就才会造成。我听过乳沟，没听过泪沟。对，就是眼睛下面那个一个凹陷。所以小池你是那个是有泪沟，小池有泪沟，泪沟就这里了。没有下的一点点凹陷。你知道为什么？刚刚那个陈老师在讲说泪沟的时候，小池。你有去做的？没有，还没啊。泪沟是刚刚我要明天，没有，我刚刚跟他聊。是眼袋吗？还是？哦，眼袋下面的凹沟。那个也要，那个为什么要做那个？因为它凹进去之后会让凹下去，看起来黑眼圈比较厉害，然后看起来比较没有精神。那是这样讲起来，如果我们看一个女孩子实际年龄的话，从眼睛最容易发现，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她什么都没有做，那从眼睛最容易发现。那如果她有化妆，我们要怎么判断她年龄呢？应该是看得到细纹啊。哦。看细纹，因为眼皮周围。你怎么不能这样了，小姐，你几岁？这个有压力，对不对？这马子有压力，还是晕倒了。细纹、鱼尾纹，笑起来，鱼尾纹跟眼下的纹路。老师笑一下。对。哎，老师没什么，没什么纹路哎。老师大学才刚毕业，我跟你讲。没有，刚刚我看他这个什么，才把那个针拔下来。这样好了。什么样的年龄的女孩子让你觉得最讨厌？也不是讨厌，就是让你觉得受不了。所以我先讲，6岁的，吵死了。18了，为什么呢？哎，他背后什么呢？你说他一般的事情基本上的都懂，但是他就是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你知道吗？刚成年，对，我成年了，为什么会不懂？其实还有很多，你知道吗？对，很多事情他是不了解。是，还有一种，跟自己年龄层差不多的女生，哎呀，又觉得自己很懂了，哎呀，譬如说我遇到一些同学啊，或者是年龄层跟我差不多的女孩子，他们应该很懂了吧？这样的年纪，可是有些他毕竟还没有我们懂嘛，因为我们男生在外面常常。接触社会嘛，倚老卖老。对，就是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他你卖够啊，比你还懂。对啊，明明没有更年期，我停经了。没有人会这样子，没有带挂这个的好不好？那我 OK。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欢迎第一位美女，来欢迎第一位美女。哇，锦丽。锦丽小姐，锦丽，大家好。锦丽看起来这个年龄，哎，锦丽我们可不可以转一圈，我们大家看一下，谢谢。这看可大可小，哎呀哎呀。锦丽稍微站前，往前站一点点 ，OK。好，锦丽，请问你是什么血型 ？O 型。什么星座？双子。双子座，注意啊，双子座来了。双子座。好，那个非常的漂亮啊，声音非常的甜美。目前在工作吗？对。这样会露馅嘞，你可以问一些其他的问题才能。你看，想操控主持人有没有？请问哦，最近有在信佛吗？需要有4串这样。你最近是卡到音哦，6串。最近有在卡到音吗？没有哎。那为什么佛珠要戴成这个样子？这是水晶啦。哦，水晶。最近想开运吗？还不赖哦。我觉得，我发现他一点。膝盖上面有伤，对，才去搬柜子，黑青哇，冲撞厉害的，有的18岁女孩子骑摩托车也会累残啊，也会有伤，可是它是淤青的，淤青啊，淤青就是在比较硬的地板上常常，淤青是哪一招啊？现在有没有男朋友？没有。
OK， 没有男朋友，哎，没有男朋友的意思可能结婚呢、啊。哎呀，你们这只有你这种啊，结过婚的上酒店才会用这一招，说没有女朋友。三招嫌弃，恼羞成怒，草莓风度。几个男生你最喜欢谁？哎，请问一下，你喜欢什么年龄层的男人？25到40，是不是有点啊？20 range 很大，所以他差不多接近30岁左右。对啊，差不多25先补个眼睛，嗯，然后接下来开始寻找，对不对？有事业成就，饭票，嗯，那你喜欢哪一型的男生？孝顺体贴阳光型，孝顺乐观进取，乐进取为什么进取呢？进取就是在有点上进，你是常常看那个黄历对不对？你每年那个年头都看黄历对不对？乐观进取蛮迷信的，所以他会带水晶嘛。哦，开运。既然我们这样子哦，我们实在猜不出来，我们还是要请他出来跟我们见个面，来，我们看看他的灵魂之窗，请。欢迎笑起来超迷人的锦丽，你真的猜得出来她实际年龄是多少吗？我非常的开心。怎么这么漂亮会单身呢？为什么？为什么啊？你这样搞我就对了。你单身多久？比较前期。单身多久？一年。哦，一年。休息一年。哇，伤是伤得很重哦。没有，要靠缘分，要遇到嘛。哦，一讲缘分，其实他已经够成熟了。到某一个境界，他们会讲这个，讲佛，讲缘分，做善事，念经。嗯，有在念。也有可能是家里的影响啊，不一定。我也是，所以平常旅行都参加静香团嘛。对。你已经开始接触这个佛法了。我跟顺哥最近有一个行程了，对，大家一起去啊，湄洲啊。很近啊，可以报名。小三通过去啊，对，而且我们直接转西藏，对，直接转西藏。这里面几个男生，你最喜欢谁？我喜欢曲哥。曲哥，为什么？好形象。我们其他都烂。其他没有烂，只是没有那么突出，没有他突出。看出来，来，看出来。不厉害啊！哎，那内在美啊。那最不喜欢谁？哈丹，我也不喜欢他，没风度哎，你我选的吗？别给自己冷静，为什么？就感觉不是很稳定啊，然后会认识很多女生，花言巧语。对，你跟我们花言巧语，你跟我们比，当然对对。稍微弱一点，因为我们大家都在一个年龄层了嘛。对对对对对。哎，OK，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猜喽。哎，好，来贴了，来要贴了，好，要贴了。来，谁先？阿丹先好。来，贴手背上，手背啊，手背。他保养得很好，我觉得可能因为我很年轻就看过他的作品，所以哇，是不是？不可能，这个40岁，我跟你讲，我现在立刻去领钱，你给定金的，我跟你讲，你觉得？你怎么判断他26？第一哈，因为看起来感觉上也不会太老，稚嫩。对，然后再来，因为他刚才讲了一个，会透露出一个讯息，什么呢？就他择偶对象，哎，也差不多25、26，然后到30岁的上下，到40，那所以因为那一段年龄的男生其实。你看他有点能力，但是又有点体力，又有点啊，需要体力，像我们李罗这样，我体力可好，绕过来了，干什么？李罗外号就是叫不敢，你叫不敢，谢谢，谢谢什么？好，来，我觉得是26，26，对，哎，往哪这儿？哎，好，来，曲哥，我啊，我觉得是30，哎呦，为什么呢？我觉得不是说他外表的给人的感觉，你晓得吗？嗯，那是他讲话谈吐，我觉得条理分明。我觉得26岁的女孩，她不可能18嘛，26岁的女孩可能讲不出这样子的。哦，哇！我也18岁驼背。我觉得我支持你的言论，对不对？我投你一票，而且不可能40的。接近40啊，都有条件，就是上限是40了，难道他都是假 UK 哦？
好不好？好来，小刚，三十，三十，刷到位了哦，刷着灰，哇，对不对？哎，二六用完嘞。对啊，等一下怎么办？对啊，等下得罪人了。应该每个年纪有两张的，真的。如果今天你不是三十岁，你小于三十岁的话，是因为你的智慧打败了我。如果你超越三十岁的话，是你的肌肤打败了我。都有理由，好不好？好，那个，那来请坐。可是刚才我偷偷看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事？那个麦克风还给我。来，当邱文在讲他三十岁的时候，他盯了一下我们的陈美玲医生，是在旁边点头。点头。哦，女人看女人最准。陈老师觉得也是三十岁左右，看出端倪了，就是说三十就对了。我不是从他的外貌看出来，就是讲话，他的智慧，他的智慧哈。那你觉得外貌看起来像18岁？不是，等一下，我贴错了，我是30岁。他皮肤很，因为我是支持屈哥，没有，洗手无愧大丈夫。没有，我刚有讲，洗手无愧。请看东西啊！我觉得我支持你的言论，对不对？我投你一票，我投你一票。换一下，你把那26拔下来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好，下一位，欢迎。Queen啊，稍微近一点 ，Queen 往前站一点。Queen啊，什么星座 ？Queen 啊，水瓶。什么血型 ？A 型。A 型 ，OK。有没有男朋友？没有。没有男朋友。脚上膝盖为什么会有伤呢？跟屁快好了。不小心跌倒。哦，是吗？这个我感觉就是，学校毕业了没有？你猜啊。寒假作业写了没？帮我把我那个18岁那个信不要拿过来。挑战今晚最难猜，现场男星上脑筋了。来拿上来贴啦！穿上来我们国光40啊！不慌忙。喜欢什么样的男生？风趣幽默，成熟稳重。风趣幽默，成熟稳重。像屈哥那样。啊！哇，好有梗哎！他是不是看得到猫脸了？好有梗的 ，OK 啊，亏了，那个太免费了。我跟你讲啊，那个导播找你去导播室去。亏了，现在在上课吗？还是在工作了？你猜猜看啊！你看，我刚刚已经问了，我猜不到啊，你在工作吧？都有。半工半读哦。哎呀，你这个太年轻，你看这个指甲就懂了。而且他的站姿是内八，小美眉都这样。年轻的女孩子，然后她刚刚手还有点这样子。对啊，也有一种可能是装的哦，也有可能，对不对？今晚你走一下，小女生走路怎么走？对，气朝那边走。像有点感觉是那萌少女，有没有？对，就是歪歪这样子。哦，对。对，来，我先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欢迎。看起来甜美的 Queen 啊，年纪真的和他卡哇伊的外表一样啊。这个非常，你怎么转过来？哎呦喂！你有这个什么窝啊？好可爱。梨窝是梨窝，梨窝跟酒窝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酒窝是装酒的，梨窝是装梨的。废话。可爱哦，你要正点啊。那你这边还有两个窝吗？什么窝？性感腰的面，腰的后面，腰窝，下背部。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真的，我帮你鉴定。OK， 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请。OK， 你希望交几岁到几岁的男朋友？23到25。哇，那就知道他年纪了啊。对啊，23到25的。你最喜欢做的户外活动是？户外活动，人家上网不能在户外啊，活动对不对？手指这样也是活动啊，对不对？是不是？哎呀，带到公园去，对不对？对啊，可以在 Starbucks 外面的。OK， 这个应该我跟你讲，不可能40岁嘛，有决定好了吗？决定，这很好，这个应该没有没有意外。各位来了，来，很明显嘛，对啊。记得18，现在大家去18玩，18。哎呀，我就非给你一个那个会员卡不可，对不对？我觉得有诈，
有诈，绝对不可能十八。嗯，谢谢。二六，差不多。嗯，你现在在当兵吗？没有当兵，我没有开玩笑。OK 啊，18、18、26，对不对？对。阿丹提醒我，阿丹你给他剃到头发了啦！阿丹提醒我们了，真的可能有诈。对，现在女孩子很会打扮的。对，对不对？十八岁应该就像你刚走路那种。对，走路只会走斜线。你走个路让我们看看。预备，请。好像就是走过一个。会摔倒啊 ？OK。十八岁啦，懵啦，懵到春啊，懵啊！我也是十八岁，十八岁啦，好不好？投票结束啊！哎，那还有什么需要我们跟你聊的吗？都可以啊，都可以哦。交过几个男朋友？七个。40人家有可能2年之内交七个啊，这么美丽，对不对？选择男朋友是正确的，而且他们这个年纪哦，他们其实交男朋友跟我们以前不一样，嗯，就搞不好出去吃个饭牵牵手就交男朋友，对不对？不是就交男朋友就，不是还有，我们这个演艺圈的男孩子，你喜欢哪一型的男孩子？哎，比较阳光一点的，讲个名字出来，好帅。不怕阳光，好不好？你是说交男朋友吗？哎呀，对对对，讲一个我们男艺人的名字。张瑞佳。谁啊？是谁啊？演员。什么呢？绝命派对。绝命派对那个电影，他阳光。是阳光型。阳光型，阳光型。哎，我们有个哎，对，阳光，对对对。谁呀？杨广场，对啊，杨广场演的，嗯 ，OK， 杨广帅，杨广场功夫高手，哇，他那个年代他最帅，我跟你讲。那请问一下，你喜欢阳光型，那你还要幽默？对，还有成熟稳重，成熟稳重，嗯，阳光幽默，张瑞佳哦，阳光有啊，对，他应该喜欢阳光，对，阳光有，对啊，超级阳光。那个年代他最帅，阳光有 OK 好，谢谢。哎呦，这个我们这，我觉得我们这年下十八岁太急了，我们给太快，是没办法，因为就四张，你知道吗？好了，接下来一个不是40岁，就是大概20几岁的。对啊，这个好猜啦，来欢迎第三位。40了，在波秀的鬼唇，光看他的项链就知道了，对不对？因为人家年龄很轻，可以戴这样的项链，对对对。鬼唇姐，你好，大家好。哦，鬼唇姐声音很年轻，身材好棒，牛仔裤真的。鬼唇姐在那个大陆有几家工厂？台商啊，对对对。非常成功了，请问您什么星座？水瓶座。什么血型 ？A 型。A 型。A 型。从商多久了？不可以讲。哦，对不起，对不起。OK。你现在是光荣归故里吗？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男朋友？现在没有。现在没有。有没有老公？再问一下。不可以讲。哦。哎，那请问一下，分手多久了？大概接近一年。想不想？想不想再？重新，一直都很想交男朋友啊，真的哦。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其实他年纪没有限制啊。这样讲啊，我们今天现场有谁你都知道吧？哈，嗯，你如果要交男朋友，你会跟谁交往？我们这五个，他吧。其实刚好啦，你们可以在生意上做一些往来讨论。小刚也要去内地开店，年龄相仿，相仿相仿，不会有什么代沟，异业结盟啊？你觉得我在内蒙开个分店如何？嗯 ，OK， 来，我们还是看看他长相。欢迎 ，Hello， 大家好。哦，哎，体验很难猜啊。穿着保守和长相相距甚远的伟纯，到底哪一个才是他真正的年纪呢？糟糕。糟了个高，你们惨了，完蛋了！我觉得我们错了。有很多这个我们台湾女孩子跑去内地读大学哦，嗯，对不对？然后在那边修博士，大概就这个状况。哇塞，这个十八岁也有可能。
来，你希望你交男朋友大概年龄层是？没有限制哎。没有限制。对。50岁可以吗？可以。啊？50可以。50可以。51。可以。52。你要数到什么时候？好，伟纯呢170公分的、啊。对。50公斤。33C。24、35，不是，你们是同一个模子做出来的、啊。一个171，也是50、33C、24、35，哇，好厉害哦！伟纯目前是什么工作？跟锦衣一样。模特儿，模特儿，哦，模特儿，模特儿，哇，这难猜，而且我觉得他的发质看起来很年轻哦。对。这怎么办？你们有没有问题？快点，两位帅哥。太难了，折服了。我现在已经我剩两个，我觉得这我，哎，你闻人家呀？是，哎，就是看到 monitor， 我要问他，以你的判断，他大概是几岁？看起来很年轻。嗯，实际上很老。没有，可是有一点点泪沟。泪沟哦，笑起来有一点点那个细纹，是，所以呢，你是要我在26跟40里面选哦？不一定，你也可以讲，可以讲不一样的数字啊，说不定我们刚刚是贴错的、啊，对，20几啊？哎、欸，我想问一下，你最欣赏的男艺人跟女艺人，国内国外都可以，对，哪哎对真哎，男艺人的话，吴奇隆吧，哎完了哎四十。女的，林志玲，林志玲，啊，差不多，林志玲在30岁左右嘛，啊，不要讲个龟啊嘞，40的，为什么不讲杨秀慧就厉害了？杨秀慧，陈莎莉，对，我妈用签字笔帮你，你是嘲笑莎莉姐啊？啊，没有，莎姐，你完蛋了啦，她是有求必报，对，来来，旭哥你觉得？我觉得26吧。你最后40岁要留给后面那个，这不像40岁，这不像40岁，真的哦，嗯，很难呢。哎，那我问伟纯，他都用什么方式在保养自己？比如洗澡后有没有什么习惯啊？我让你判断不出来。你平常是玩什么东西？对啊，兴趣。对啊，对。我都是看电影。哎，麦不是拿来那样看电影？看电影，逛街，看电影逛街。哦，那我懂了。你会不会买包包？买一些皮包，不太会，为什么？是觉得太贵，还是没有等送？不行，就是没有那方面的兴趣。对，人家送。对，因为我不是很想购物。哦，都会讲购物两个字。购物，完了，购物事实哦。我跟你讲，很不想买东西。因为有一些台商，你知道吗？做生意很辛苦，会把本钱留下来，你知道吗？准备做生意，完蛋了。我觉得我有点后悔了。我心中已有定数，我知道了。来，你们先贴。来，阿丹来，阿丹来，阿丹，你贴18，怎么可能？哦，来，快点，30，哦，你还有30岁的牌子，有，贼包，留一手，你们呢？来，李罗，李王罗大哥，真的看眼睛了，这决定这张，你另外一张是多少？我是40的跟30，对啊，跟40实在不大可能，没办法判断哦，有点离谱是。30岁，30，旭哥26了，26，哎呦，还有反抗没有？不能吗？直接推开，不能见面，真的吗？没有了，我不是，你要冷静，我不是看你的外表选这张。智慧，还有一个发质，对，还有一个女人味。哦，我跟你讲吗？是40岁左右，不要说，我不要一定说她40岁了。不要闻，太多，你根本不是这样闻的啦。她散发出来给我的那种 power， 对，魅力如朗，对不对？啊，因为小弟也是40几岁嘛，是，你知道有一点点那种感觉，还不错，但是你的外表。其实是20几岁的，你保养的相当的好，谢谢。因为我贴这个是要证明我的眼光，跟自我挑战，跟你没有关系，好不好？你看我遇到你，有关
关照你，好不好？谢谢。你看是用关照这个字眼。你看，我跟你讲，那一定要解释清楚，这个不能任意出手，是对不对？嗯，哎，康哥在哪念大学啊？上海呗。对，因为吴奇隆这几年都在内地。OK 了，那哎，哇，你弱嘞，糟糕，目前为止。你的年龄比较高，锦丽跟我们伟纯也是一样，26到40啊。不是他，你要比例他的比较老。我有一个40，不是那个是人家意气用事。40、30、30、30、26 ，OK。30、40、30、26、26，哎呦 ，OK 了，差不多了。其实都不一定，搞不好可以拿40啊，也不一定。好，对不对？对，这个难讲的，这个当然很坏的。这一包娃娃脸，对不对？很多艺人就娃娃脸，像我们李罗60几了，还长这样。年纪思想差很多，现场来宾踩不透。年纪啊！大家好。哎，我靠，我错了，这样子对我有点好感吗？本人比较好看。没关系，我脸遮起来，你说本人比较好看。20几岁的看。对不起，我直接说怪怪。你喜欢白光吗？那你喜欢的男艺人是周杰伦。国光帮忙。真想去的国家日本，没有去过。没有去过日本，去过日本26了啦，日本都没有去过，40岁没有去过日本，这么近，怎么可能？对不对？26，好，来，请坐，谢谢。接下来请，阿林出来。第4位，往前面一点点，记啊！大家好。哎，我靠！我错了，我错了，我爹错了，我对不起伟纯。狮子座，什么血型 ？B 型。B 型狮子座，你喜欢的男人是什么样的？神秘感的。有神秘感的。对。那在场的有哪一个男生有神秘感？目前我看不出来。如果要你交往，你会先选择跟谁试试看？三个。三个是谁？你们三个。啊？不是，还有2位来宾啊。选一个。跟几嘞？搭几嘞？康哥吧。哦，欢迎。不是，我讲错，应该是那个。哪一个？另外一个。你刚才错了。我见你应该打你。我还想神秘的揍你。但是我先明的揍你。没有啦，其实康哥的外表比较就是神秘感。对，然后其他人也不错啊。不是，你是要讲鹏哥对不对？对。可是问题是他声音听起来不像40岁，他可能会装。等等，我们不能已经认定人家40岁。真的太不公平了，我还想出来。来，40多万岁。说他40岁太多，说他20岁又太少。不管怎么说，阿令都算是个美女呢。这不可能，怎么可能40岁？对啊，不可能。怎么可能？50。喂，这样子对我有点好感吗？对我一般。没关系，我脸遮起来，你说本人比较好看。OK 的，我告诉你，你 OK 的，陈医师。不用请问了，我专生气了啦，这样的举拿来这样。20几岁？20几啊？20几岁？看，对不起，我今天说怪，太行。两位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请教？平常都怎么保养自己？我花很多钱，可是不会花很多时间。花很多什么意思？例如找人家保养，就是去专业的这个护肤美容这样做。嗯，实事求是。嗯，哎，你好像有一点印第安血统哦。对，家里住哪里？家里住台北啊。哦，在田纳西有生意。
还有那种印第安美女的味道，对对对对对，野性，可能是他的那个发型的关系，而且他眼睛好大，好漂亮。我想问，我想问一下，黑的，你知道有个艺人叫蒋光超，干什么？干什么？有没有这么然后嘞？好像有听过，好像有听过，好像有，那我就放心。我们再问一下他最喜欢男艺人跟女艺人是谁？好，对对对，你喜欢白光。哦，那你喜欢的男艺人是？周杰伦。周杰伦。完蛋了，装年轻的，完蛋了。九令。完蛋了，这肯定装了，装到爆。这个一定是看新闻的。对，我会跳他的舞。没得选择，就剩一张。等一下，他会跳他的舞哎。我还会跳 Nobody， 我跟你讲。好嘞。你最拿手的一首歌曲是？哦，对，这平常到 KTV 最高招，真的《伤心酒店》。平常到 KTV 你最必点歌曲？时光一来，杨毅的。我最近喜欢唱阿令的。阿令，好，来哪一首？我想想看，很多首呢。哦，你最会唱的是哪一首歌？最会唱的对。是。等一下，我想一下。日记的。哎，你问我，我是男生啊。艾琳的歌我不太会唱。阿琳，哎，等一下，哎，你现在有十几个人在追你哦。哇，哎，那他们的年龄层呢？你不能这样讲，对不对？那问怎么问？大概都是老板吧。有哦，哎，老板有很多种啊，对不对？很多学生就当老板。对啊，选出学生级的老板，四大夜市。十几老板，十几个男生在追你啊？那你单身多久？很久啊。对啊，多久？有没有一年？两年。两年了。你离婚多久？变坏。好，现在开始贴年龄。请。三。只剩一张了，没办法。没有，我剩这一张超好用。OK 好了，好，对，就一张。不好意思，因为我只剩下一张了。对啊，我也是，不好意思。没有，不能这样讲，就是我们判断还是这样，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还是觉得你26岁，好不好？对。那十几个人在追你是怎么回事呢？十几个哦，啊，我也不知道，你要问他们呢。十几个都认识吗？大家讲好要一起追你？没有啦，不认识。就追求者有十几个就对了。啊，各年龄层都有。最大的是几岁？最大的40几岁。最小的嘞？20几岁。哦，哇，大小通吃啊！送给你最珍贵的礼物是？珍贵的礼物啊，回忆。哇哟！姜还是老的辣，女性观察家费旭敏。结果，那个。第三位最难猜哈，对哦，其实他是蛮难猜的，那只猜中两个啊。追你是怎么回事呢？十几个哦，啊，我也不知道，你要问他们呢。十几个都认识吗？大家讲好要一起追你？没有啦，不认识。就追求者有十几个就对了。啊，各年龄层都有。最大的是几岁？最大的40几岁。最小的嘞？20几岁。哦，哇，大小通吃啊！送给你最珍贵的礼物是？珍贵的礼物啊，回忆哈。哇哟！不要这样讲人家，人家是这种感觉嘛，真的，对不对？什么？谁说最珍贵一定要是什么礼物？回忆是最珍贵的，是不是老师？哦，好，那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揭晓，好不好？你们身上有贴各个年龄层的牌子，对不对？在哪里啊？把不是的拿掉。哦，就是把其他不是女的拿掉，如果完全错误就完全拿掉。一二三，言行举止都散发了不可抵挡的女性魅力，静丽果然是30岁的熟女代表，而长相甜美的 Queen 啊，18岁的可爱模样果然是青春无敌啊。
最让人猜不透的伟纯，居然是正值女人黄金时期的26岁。最后40岁的阿令，虽然年纪稍长，但外表依旧保养相当得意呢。OK 啦，来我们看看。OK， 锦丽，锦丽你是中了谁？屈东恒。哦，孙鹏，我们三个猜猜中了。好，对，我们三个。Puna 是18岁，1、2、3、4个猜中，那个你是两个猜中，锦丽两个，哇，最后一个是都三个，三个猜中，哎呦，哇，结果那个第三位最难猜哈。对，其实他是蛮难猜的，因为只猜中两个啊。不会啊，我觉得他是 OK 的，因为你猜中了，因为喜欢我大概都是26岁。你也哭成这样吗？OK 啦 ，OK。那个你等一下。嗨。啊，你今年几岁啊？40岁。你是虚岁吧？虚岁。不过说真的，我是5年级的。可说真的，你40岁真看不出来。是保养的好的。哦。对。真看不出来，我觉得如果说再重新贴，我顶多贴你30。那你要不要重贴一次？没有办法。对对对对，对不对？那如果重新贴，你会贴他几岁？30。那40你要贴谁？因为我后来我看他，看那个锦丽，你知道吗？啊，我觉得他的气质，他那种雍容，你知道吗？有可能40岁。对啊，对不对？很像上海杜月笙的小姨子哦。穿多久了？感觉嘛，你看他很雍容的感觉，穿上一个那个对不对？对。哎呦，很大户人家的。所以我们大部分猜中的就是我们的第二位嘛。Juna， 因为他一走路就很猛。对对对对。Juna 现在在。Quina。Quina。哦，Quina。叫什么 ？Juna。我叫 Quina。啊 ，Quina。哦 ，Quina。Quina。你现在还在念书吗？对。在哪里？瑞芳高工。水峰哎呀，省立瑞芳高工。有感觉。那个 Nono 是你学长。对啊。对。还有凡哥。还有凡哥哈。所以小刚，你全部都中了。哇。我已经拿掉了，对不对？我其实也全部猜中哦，哎对哈，你也跟我混 pub 很多年了，是是是。我们今天猜中了有奖品吗？也没有那奖，那猜中干什么？拿我做笑，对不对？啊 ，OK 啊。但是我觉得女孩子还是需要保养，对的，当然。哦，让现在最后要揭晓，觉得四位最有价值的女生。我不选，我不要，这个我们来宾选。对，来宾选。不要，哎，老师，我们大家在一起，对，我们请专业。最有价值的嘛？我觉得要看标准是什么，标准是什么？就以你的标准，以他年龄跟他的皮肤在一起的话。我年龄跟皮肤吗？或气质？以智慧呢，我觉得两位；那以气质呢，第三位；那以皮肤呢，第一位；那第二位，第二位可以获得什么？天真。我跟你讲，第二位就是青春，就是他的本性，是不是？那真的，我们以看不出来这个为出发点呢？对。看不出来，我觉得是最后一位。对你，他站出来，你真的不会讲说他是是，所以通通都是很有价值的。嗯，这个没有办法，你要从各种角度看女人，你不能从单一的角度。没错，从单一的角度看女人，你就错了。对，是。所以今天我们这一集啊，是告诉各位男生，不要以貌取人，对不对？细心慢慢的交往，你才会了解这个女生到底心里在想些什么，对，是不是？虽然我们刚刚都一在以貌取人。好不好？慢慢观察女生，你就可以了解她们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美女。对，好不好？那今天就谢谢各位参加广播。哎，谢谢。温泉的爱好难忘，懵懵懂懂，超可爱。就会打电话，哎，这功课怎么样？我说那。来我家吗？哇塞！那房间去那个什么？你不坐在客厅？对啊，为什么？不是，哎，我们现在聊初恋，你是聊初夜。我们
亲子的东西约定都讲好了。一二三，对啊，就是一二三，好，请进。由于是周五晚间11点，三立都会台三。